换下一，好，再来呢，它 nest 换到这边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蓝裂的回圈，裂回圈跟蓝回圈这个范围哦，指的是一个月的，一个月哦，所以啊，处理一个月，对不对哈？处理一个月之后呢，那你势必要怎么样，把这个总共有几列记下来，到时候的话呢，从这一列以下继续啊。不然他又从头开始，那不就把它盖掉了、哦、所以特别是关键就在这个这一行、哦、那我们要怎么记下来？就去抓到它减一啦，所以把它存在那个 R 里面。R 现在里面等于多少呢？ 30。 也就是说呢，将来我的列号一定是从 I 啊、哦，那 Next 好，再来 I 又从2开始了。有没有二到最下面一列应该是31的，然后追的话也是1到5。这个时候呢 ，I 是2 r 是多少？ 30，那加起来不就是32了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将来我就可以把32那追一样哦，一样的栏写到32列的这个地方，从这边开始，好、哦、，OK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有没有一二？ 1, 2, 有没有又从这边开始？啊、一直跑跑跑，跑到第三个，他又一直怎么，一直就又从头、哦、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，就是到这边为止，我设个中断点好了、哦、跑到这边，跑完对不对？现在 R 是30，再加个30，变60了，再来往下，哦，全部跑完了，那这个时候就不用加了，因为已经跑完了，好，那就结束了，所以跑完的结果。哎，有没有跟刚刚第一阶段一模一样？那可是第二阶段是再来改什么？改这个月份。哎，那可是第二阶段怎么办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第二阶段的程式啊、哦，也是一样在这里。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是增加月份。那可是增加月份在哪边改呢？记得哈、哦，多一个逻辑判断 ，if 追。等于一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哈、哦，要修改的部分是第一栏而已，所以如果它追是一的话，是表示第一栏。那我要判断什么呢？判断哈、哦，那个如果追第一栏的话，那我就加上那个日进来。反之的话呢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所以改变在这里。OK， 那所以最后的话，这一段，哎，这边 ，Ctrl C 一下哈、哦，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一样。贴到这边，对不对？那只有修改一个地方啊，就是做逻辑判断的这个地方。原来的东西是，是这样子，没有逻辑判断，这样子输出，好、哦，直接输出。那我只有第一栏不一样的话，你就在这边做一个逻辑判断。怎么做应该知道了、哦、这个前面做蛮多，就是 if 哦，条件是 j 等于 1， 因为 j 是栏 ，a 栏等于1的，就是 a 栏就1嘛，第一栏 then 多这个动作，好，什么动作呢？增加那个月份的讯息，那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的，就是那个月啊，哪一个，所以这边会加一个什么 sheet 点 name 啊，去哪一个它的名称。然后再加上几日 ，OK， 好、哦。那、啊、反之，如果这个地方是第二到第五栏，不是第一栏的，哦、所以特别重要。如果它是第一栏，就执行这边；如果它二到五栏，那就执行下面没有改变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输出一下啊，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哈、哦。然后把它输出结果，先把它清掉，哦，我它会一直累加。清除的话，在这上面只点一下这边，清掉。然后再执行，增加月份，好，有没有？那可是，当然这个地方是第我们前面的第二阶段，一月几日啊？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标准格式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哈，就把这边再改一下，怎么改？自己试试看好了哈。反正这个地方的话，逻辑是这样子。好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啊。这个地方的话是用 VBA 来做，它的好处是。程式变简单简洁一些，但是它的缺点是回圈太多个了，总共会有3个回圈。
好，会有三个回圈哦。